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作为世界上国土面积排名第三的大国，我国的南北方气候差异十分明显，一些东北的小伙伴在冬天由于受不了当地寒冷的气候，有不少都愿意来到南方过冬，而一些南方的同学同样由于不愿意忍受夏季湿热的环境而前往北方。那么难道就没有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可供人生活了吗？事实上这种地方的确存在，那就是我国云南省的省会昆明。昆明市曾经多次被评为全国最宜居城市，除了当地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建设者的努力以外，这个城市本身的气候环境也是很大的一个因素。之所以昆明会有如此适宜的气候，其实和这座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。首先，昆明位于亚热带地区，这种地区的温度差异一般来说并不会特别巨大，即使是寒冷的冬天，气温也不会低过零下十度，而到了夏天也很少有极端酷热的时候存在。不过处于亚热带地区的城市在我国还有很多，为什么只有昆明如此特殊呢？这就要说到昆明特殊的地势了。这座城市的海拔极高，由于地势的阻挡，我国冬天南侵的寒冷气流无法穿越这里，而到了夏季更是因为地势较高的原因，不会像其他地区那般湿热。也正是凭借着这一特点，昆明市如今已经成为许多游客最为喜爱的城市了。而除了四季如春的环境以外，当地的人文和自然景观也有许多是人们最为钟爱的，比如翠湖公园、云南大学以及官渡古镇，都是这样有趣而优美的景点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去过昆明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